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曲咏叹革命者凌霜傲雪、慷慨就义的《红梅赞》，让江姐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以多种艺术形式来纪念这位为国捐躯的伟大女性。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烈火中永生》就是这样一部走心的电影。而这部作品制作时间之长，云集电影精英的数量之多，在它上映的20世纪60年代实属罕见。毫无疑问，电影《烈火中永生》成功的基石来自于感人肺腑的原著小说《红岩》。小说的作者罗广斌、杨逸言和刘德斌，正是当年亲历了重庆解放前那场残虐的屠杀而幸存下来的革命志士。1961年，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这部轰动一时的作品。不久，导演水华就读到了这部小说，决定将它改编成电影。他联手老搭档夏衍，历时2年的筹备打磨，电影《烈火中永生》终于开机。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一经上映，立刻风靡全国。影片讲述了1948年重庆解放前夕，在国民党的疯狂镇压下，共产党员江姐和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许云峰不屈斗争的故事，表现出当时艰难的地下革命斗争和严酷的狱中斗争的情景，以及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信念和献身精神。不说再定，10个指头都定上，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影片结构紧凑，戏剧冲突集中在许云峰、江姐身上展开，主要人物形象鲜明，同时英雄群像也得到浮雕般的凸显，全片洋溢着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气概。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可谓是众星云集，除了饰演许云峰的赵丹、王新刚、张庭和、庞学勤也都参与其中，每一个在当时都是独当一面的演员。除了上述四位，最后一位的加入真正赋予了这部电影一个灵魂，她就是起初在剧组当中担任副导演一职的女演员于兰。创作初期，剧本几易其稿，原本江姐这个角色并未规划为主要角色，但通过数次讨论，编剧夏衍认为原著小说中江姐这一人物的命运是观众最为关心的，决定将江姐提升为影片的第一主角。于是于兰有了更重要的任务，她将在银幕上塑造一个鼓舞了很多人的经典形象——江姐。在正式出演时，编剧夏雨的一句话给了于兰很大启发，你演江姐千万不可演成刘胡兰和赵一曼。于兰分析，江姐是银行高级职员，她应该是一个城市职业女性的形象，懂化妆，会打扮，而且她是个很成熟的地下工作者，善于思考，沉着冷静，有头脑。当她察觉到自己被出卖的时候，从容不迫，对着镜子梳理妆容的场景，将女革命者的大气之美展露无余。江姐，傅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就这样，穿浅灰色大衣，脚穿高跟鞋，神情沉着，气质非凡的江姐形象最终出现在了银幕上。电影最终呈现给观众的是以江姐的角色为主线，同时各路配角群戏出彩的效果，如许云峰明察秋毫、运筹帷幄，华蓥山区党委书记华子良装疯15年，还有充满神奇色彩的双枪老太婆，天真可爱、富有正义感的老政治犯小萝卜头等。在以较大篇幅表现监狱这个特殊战场斗争的同时，穿插解放战争升级、大学生游行示威、
以及解放军强渡长江等场面，使得本来单调的侦破与反侦破、刑讯与反刑讯的冲突充满了跌宕起伏。无论是江姐身上的坚强不屈和女性温和细腻形象的反差，还是许云峰内在的英雄气概和平易近人的亲切感，甚至配角都一个个大放异彩。影片中的众多角色在观众心目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片中很多场戏更是将整部电影的节奏一步步地推向了高潮。影片结尾，重庆解放前夕，监狱里江姐带着女狱友们绣红旗的戏份更是成为了电影史上永恒的经典一幕。相对于小说中江姐绣红旗的描写，导演在电影版中做了非常自然的取舍。为了避免绣红旗这样冗长的镜头，片中并没有出现江姐绣红旗的画面，而是先用石块画上五星，大家用脸贴近红旗，去感受新中国成立的喜悦。演员们细腻准确、朴实感人的表演，使这个段落成为了全片中最为动人的情节。影片还采用了平行蒙太奇的手法，一面反映全国各地解放战争的战果，各大战场频频传来捷报，一面是狱中的斗争不断，绝食、举行烈士追悼会，甚至进行联欢会等等。这种平行蒙太奇手法的运用，既删去了不必要的过程，又产生了对比、呼应、渲染气氛的艺术效果。这一切使得这部红色电影在当时有一种大片的感觉。半个世纪以来，电影《烈火中永生》所释放出来的激情，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永远地镌刻在人们的心中，永不磨灭。这些曾经为共和国的诞生做出过英勇斗争、为解放民族事业而牺牲的革命先烈们，他们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不移的信念，震撼了观众的心灵。即使在60年后的今天，影片的魅力依然不减。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它是一部世界上印制拷贝数量最多的黑白影片，至今已有28亿观众看过。他曾被国家领导人当作礼物送给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然而，这样一部精彩的影片，起初是当作一部军事教学片来创作的。敬请欣赏《文化大百科》不褪色的胶片记忆系列之《地道战》。